微波武器，可以攻击墙壁黑黑的，因为高温所造成的火灾。还有油漆脱落，微波武器的高温可以让水泥耐高温应用材料快速破坏。消防建筑法规加速立法，有关单位明察秋毫，冤枉的死亡很多。看不见的住宅威胁正在你家附近。